我是站主程怡静，今天热什么？万众瞩目的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今天揭晓，要怎么快速掌握财案的第一手消息呢？这里有好康要分享给大家，民众可以透过手机聊天应用程式 WhatsApp 发送 Hello MOF 到手机号码011-1000-3001，或直接进入到发放预算案的相关页面，就可以立刻得到所有预算案的相关资讯了。当然，想要更了解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的详细内容，别忘了要留守热点，让我们为你整理重点，我们待会儿见。那另外，想要更了解财政预算案，也请记得要锁定 SOAEC 晚上8点钟的8点最热报，以及10点半的新闻报报看，会有更详尽的财政预算案相关新闻报道。